我一直在想做音乐为了什么。那么多年以来，我从自学音乐开始 ，OK， 到现在，做音乐为了什么？其实做到现在，我觉得我做的不是音乐，做的不是艺术，是一门哲学。OK， 谢谢。OK， 那因为这个哲学我学到现在，然后所以就出来了下面这首歌。嗨，我。把上面出到现在。论庄十三，制服自己。Highway。
有人。OK， 那为了不耽误大家睡觉，稍微过一下，不要所有的人都一样。OK。